iPhonics App 支援的平台有 iOS 和 Android。用户只需要去到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下载 iPhonics App 到平板电脑或者智能手机，亦都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 QR Code， 又或者在电脑直接输入这个网址连结到 AMagicLand 的官方网站下载 iPhonics App。 App 的主目录有五大选择的按键，分别是Coloring Book、Copy Book、Phonics Card、Bookmark 同埋 Poster。 將平板電腦又或者智能手機放喺有呢一個 AR 圖像嘅書頁上面，鏡頭對準個圖畫，距離大概一尺左右，多媒體嘅素材就會喺屏幕上面出現。只要撳下屏幕上面嘅按鈕，即時體驗到更多有趣嘅功能。